怎么回事，卢卡？又打架了？没有啊，不小心摔的。摔的？安德鲁？没错，我们刚刚出去玩，结果卢卡被院子里的石头绊倒了。卢卡，你就承认了吧，还有安德鲁和你一起撒谎，真过分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和别人打架了？没看到就别管闲事。算了算了，我们走吧，少和这种人在一起，要不然会变成花孩子的，知道了吗，小薇？这件事我会调查清楚的，先去上课吧。校长新招来的那个26号真是莫名其妙。我听说他是校长的儿子。是这样吗？我说裘克，你是不是胖了？有吗？你不是说去卢基诺家学习如何保持体重吗？是啊，我最近2周都在他家。每天他从学校回来，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不过他基本都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。就是这样。跟我去趟医务室。怎么了？你肚子疼吗？卢基诺。果然，为什么裘克变成这么胖了？胖？没有啊，他不是和之前一样吗？对吧，裘克？来，再吃点这个。明天马上搬回来住。